好，他要进行的呢就是贴心按摩的服务，可以吗？按摩师，对对对，让他的几个地方，你会什么脸部的按摩吗？啊，我会。你不会也没关系，因为我这里有大概八项按摩的技术。原来如此，好，你一个一个指点。来，第一个，从下巴到耳下。对，那我要站在你的身后。哦，哇塞，啊。他说不要羡慕我，不会，我们只是会杀了你。我在对在重要的时刻，广告台词就是脸不能垮下来，就是要美丽上扬，那就从下巴开始上扬，就是这个意思啦。好，再一次哦，预备，下巴上扬。Yeah， 你可以先配合我，就是一开始先别笑那么开，对对对对，啊，对你讲到没笑了，对对，你讲到重点，这要从无到有嘛，对对，好不好？好，从一般没有表情，不开心，对不对？广告有说重要时刻要怎么样？来，准备，预备 ，Action！ 怎么还没开眼笑？没有啦，你不是没开眼笑啦。欸，他很贪心欸，他还要玩上一把的。对对对，你要不要把去年的梗我们也玩一次？你就站着不要动，你是最幸福的，你都不用做，你只要有表情变化，好，是不是？你再教他一下，你看他好像很紧张。我就说，重要时刻要记得美丽上扬。对，然后我会做这个动作，你就笑了。对，好不好？赵又廷自己当导演哈，来，先面无表情，先面无表情，对 ，Ski Sabi， 好 ，OK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了 ，Action！ 重要的时刻。我们要记得美丽上扬，哎，配合得很好，哎，很好，好不好？好。第二个按摩是嘴角到耳朵中央，懂吗？啊，嘴角到耳朵的中央。对对对，啊，然后再搓揉他的耳垂，并且吹气。哦，没有没有，这个不是按摩。好，你尽量的，你尽量感觉一下哈，或者是眼角到太阳穴，眼角到太阳穴，因为。这也是眉开眼笑的一种嘛，好吧，你选一个，选一个，好，来，再来一次，好，准备了 ，Action！ 重要的时刻要记得美丽上扬，掌声，掌声，哇，配合得很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有没有觉得很轻松，但是又非常的享受？还是好紧张哦，还是紧张，够啊，够吗？你觉得够吗？帅哥会紧张吗？对啊，满足了吗？可以再继续吗？哦，好，还可以再继续。好，还有一个是从耳垂到脚底板的按摩，全身按摩，请躺下。好了啦，来，你可以了啦，谢谢你。